绝对不会做。嗯，是挣钱是谋生的一个手段嘛，但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他应该有自己的那个时间去生活。就是光做工，如果要是挣那么多钱，没时间花有什么用？系我自己生意，最紧要都系六七个钟点咯。六七个钟啦，你几时开堂？啊，七点咯，最多而家咁，仲要一点零钟。要去咯。十二年前我先要开咧，我就好薄嘅，差唔多一日做七日工嘅。啊，只不过咧，人咧年纪大咗，啊，有时可能有个家庭咗，再陪屋企人。那么我们不可以说二十四个小时我们都去拼命的去赚钱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我们要平衡一点，就是好像刚才我所讲的，我们留一些时间是家庭日啦。而家啲后生人做生意一路帮我搵到，以前我哋唔系，我哋啲即系咩人讲，即系讲讨个黑仔欢心啊，啊俾拉住黑仔啊，俾长久啊咁咯。咁多堆第人嚟边度去嚟搵你咧？走。最重要拉住黑仔的工商，做什么事我要看清楚咯，没花更多时间，因为时间很短的。